我觉得生活需要钱，生命不是完全钱，不是说你每天活着就是一张开眼睛就要赚钱，你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我每天起来，我看到很多人在盲目的赚钱，即使很有钱，很有钱，已经70岁了，还在赚钱。我觉得这社会变态了。什么叫变态呢？以金钱、以名义地位做成功的标准，其实不是的。成功是说，当你到了一个层次，你有这能力去帮人，多少人因为你的帮忙改变，而创造了幸福的价值，而改变了生活方式，社会对你的认可，你替社会做了多少事，我觉得你做他人的事情才叫成功。生命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你有多少存款，而在于你付出了多少，帮助了多少人，给多少人带来了幸福。如果你只是追求金钱，那么你的人生可能会变得空虚。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不是为了赚很多钱，而是为了体验人生的美好。我们要珍惜与家人朋友相处的时光，要关心身边的人，要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变得更加充实，更有意义。